什么要说刺激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说刺激？你讲俾我听，你讲俾我听啊！不要叫三藏啊！我承受不起，叫玉帝哥哥。想不想摸一摸？还挺过瘾的，这还挺过瘾的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好舒服，哎，叫玉帝哥哥啊！假中一心恋，人假中一喜欢，人假中喜欢出我吧。从耳动定定好，你只是自作不离，假中一笑可以吗？假中一心恋，人假中一喜欢，人假中喜欢得我吧。留多些思考，那只将孤单的由心中心的心他，就算我。要慢蹲，要慢蹲。只是灯光穿过酒杯，晚风都快飞四晚又回。这座还你带着呼应的身躯，只不输多近我耳会。即使双眼都只开，眼睛方方想讲再会。什么对错，什么怨非，什么心神神在未入会。浅笑方怕，不与相告你有多差。尽醉最好一笑又何怕。假中一心恋，让假装有气氛，凭假装气魄出我吧。从耳暗恋你好奇，只是自作不离，假装一笑可以吗？假装一心恋，让假装有气氛，凭假装死不得我吧。留我先试以及那只出孤单的人心得的沉下，就算我有一些说，刚才有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是不是走错房间了？